子会怎么过？环世界每天出国，一个人变成亿万富翁。听单错就是会不好过，要珍惜念书的时候，这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，我还不懂害怕是什么。心跳的节奏奋力去战斗，忽然发誓身体不属于我，过40岁生日后可是发现后退的梦，是你看女人跟别人谈恋爱而在抢了吧，跟不上时代，幸好我还有机会再重来，因为最好的时代是现在。全世界都跳起来，跳起来，我们像兄弟一个零，让爱的人的快乐才真真心，用单纯的心追梦必定会赢，那勇气才是我过最好的证明，这是老爸说的真理。心跳的节奏奋力去战斗，战斗后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，回到15岁生日后翻到明天考试的内容，真的想着小孩和我谈恋爱，浪漫太忙我没有不存在，幸好我还有机会再重来，因为最好的时代是现在。全世界都跳起来，跳起来，我们享受每你的双手，一起跟上这个节奏，就算今天我们不能改变，至少可以期待未来的世界，现在就是我的时代，没有人可取代，不管年纪短或者精彩，全世界都跳起来。